张呢？它是个，这个，它是100到60赫兹。是那个不发不出来。你说这个吗？你再远一点嘛，蓝色没照。怎么了？那黑的照不出来的，它的转动是照不出来的。然后它这里是涉及到一个。S 加的是棕色 ，S 点是蓝色 ，S 85那个，正负是吧？嗯，那个挺好的。然后这个正，正的是，等一下，看不到。啊，真的是棕色吗？就是接的颜色是吧？嗯。等一下，你接的时候，哎，把灯给打开一下，看不到，灯前面，我看不到，没事，那么亮还看不到，那就没办法。好，这可以了。啊，你接的时候看好几个，好。这个看这里不接错就行了。两个产品，然后这里是接过来的。硬，奥。到这个键，照一下，照，要转，让它转一下。其实不用测这个，这个显得是这个参数显都是这个机器上带的，如果是电脑就不一样了，这个参数。没有，人家这个有个键盘，我这里有一个专业的测试仪而已。键盘的话跟这里面的软件是不一样的。嗯，不一样。不一样就不用照这个。但是键盘也有这个东西啊。可以啊 ，OK， 没问题。